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My life, the fight, the shade of my life.新年願望，我哋七百幾個同事同埋我都係一樣噶啦，就係希望我哋嘅牌可以快啲落實到。比較失望一定有嘅就。唔係咯，唔緊要，我哋唔會後悔，仲後生。香港電視網絡嘅申請咧，則不獲接納嘅。整件事係一個黑箱嘅作用。不滿嘅地方就係政府其實話我哋香港 TV 輸，但係輸喺邊度？抗戰咗三年零十個月嘅時候，呢一樣嘢係大家都唔想見到發生。始終為一開始係上一任政府，即係上一屆政府叫佢搞。今日香港點解會發生一件咩事啊？覺得應該好文明咯。需要努力去繼續去奮鬥。繼續撐 HKTV。即係等佢唔抵咁，咁努力去做咁多嘢，拍咁多劇，但係到最後尾居然係冇牌翻。如果佢有嘅話，我都會去。咁多市民支持佢，應該遲早會得。大家叫我撐住，但係呢一種無形嘅支持，我諗我真係好需要嘅。而對於一啲好尊重民意嘅政府高官，我哋有三個字想講：嚟啦！兩年多前。在我未有排斥的情况之下，很多同事都放低他们一份虽然他们可能不是很满意的工作，但是都走过来帮手。呼吁港人下周日着黑衫上街，向政府表达要求更多免费电视台的意愿。我头先是忍住的，我是觉得我欠了的公义和民意都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其實很好看，不是很夠公平，這樣就其實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不讓我防衛機還是最努力的那個來的嘛，他是很意外的。作為一個觀眾，其實亦都係希望有一個百花齊放嘅情況出現。其實每一步都係好艱辛，一直係蒙在鼓裏。累咗一萬次嘅因素，即係我講咗一萬次嘅因素，即係多過因素一萬次。我覺得其實個牌都係好善良，即係良性競爭。我諗住係有一份比較好嘅工，長期作戰落去啊，公司加一份硬傷落去。究竟我哋要輸，我哋輸啲咩嘢咧？其實一睇到消息之後咧，我第一個感覺就係上街。創意無限，製作認真。一路堅守的原則。絕不後退。Yeah.
藝人都是希望俾多啲俾多啲好嘅節目俾佢睇啊，咁所以都希望係觀眾可以睇到啲有創意啊，又新多元。